时间为10月27日10:54，然后我们要去的是，奇来竹北，然后人员有竹北啊，然后人员有九位，还有中国，又，那还有仙华，雨婷。惨了！哎呀，啊，俊伟，有，佳宇，有，小扑，有，小帅，有，成哥，有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投币啊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大家今天天气很好，好，我们就要出发，我们现在高度是3092，好，投币，然后耶，出发喽！地球不会为谁而停留，你不该为他人而迁就，下一刻会如何，至少过这是你的选择，过了的事就别再追究，算给自己自由，交流着不会舍得，满怀期待时刻在等待，不如享受这是唐三五三，这是唐三五，这是下午2:30，下午2:30。哦，有电池啊？我没有哦，上了。这是避雨可以啦，遮风避雨。全部三五不是一样，没有说比较是吧？太晚了，太晚了。不想说现在，成功三五，对，有啊，录音了。现在是2:30，黑水塘三五。哦，陈哥刚才偷偷看过了，他说里面非常的好，嗯，可以睡觉。睡一下啊，五星级要睡一下啊，耶，听一下。对，大家三点阻止，一只脚，左，绳子没办法，要那就那个手，对，对，同一上对，手要抓哦，抓阻止，阻止要抓，左右脚，左右上不了了。对呀，只更值得活在此刻，忘掉不快乐，所有的烦恼不安都会过去的，活在此刻。这个哎，这个成功，成功上，成功上，成功上，好，成功上，快成功。一天了，晚餐了。一天，不是了，别下楼，下楼，下楼，谢谢大家，多轻松，轻松了，更轻松了。我今天吃面哦，是不是？面，面，我来看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哎，主厨是谁？主厨是谁？哎，那个佳宇，佳宇，好的，小吴，哎，仙华，来，好，开动喽，开动，大家都坐，都坐，好。哇，落日，
打在那草地上，踢不掉。晚餐都吃光光了，你看哦，空空空，哦，真的饿了。哦，真的耶，28号，28。啊，出发了，三点几灯呢？学员到齐了。北风，北风，北风，耶耶，好，加油！希望日出前到临县。对，没有，可以吧？好，过。爱是对是错都有理由，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，下一刻会如何，谁能肯定会如你所求，以后的事以后才烦忧，时间它不停留，爱着爱在这一刻怀期待，时刻在等待，不如享受现在、yeah、就活在此刻，勇敢去快乐，没什么比现在的一切更值得，活在此刻，忘掉不快乐，所有的烦恼不安都会过去，台北风3607，刚好7点，七点到达。啊哦，7点11分，12分，终于到了。很累啊、哦！你晒晒来了。啊、哦。大家都累了。耶耶耶！2个上来，3、4个在后面，知道了。9个，赶快，认山头。还没上来。201710月28。强风吹拂，吉来北风，3607，人品成功，耶、！风雪楼，一路往下，小吉来，一路往下，下溪谷，再上我们这边，哦，远哦。绳子，因为绳子有拉，那没有拉。新手很花，有踩点没有要注意哦。抓绳子，抓绳子。很危险啊，危险。这个太陡了啦，比一山还陡哎、欸。口味越大了哦，我都没拍到啊，谁这么快、这个是吧，西雅竹北的山路，看似很近其实很远，很远啊。会如何，谁能肯定会如你所求，以后的事以后才烦忧，时间它不在这一刻，满怀期待，时刻在等待，不如享受。
心练习。不错，这环境不错。让主峰你就躲上，路程30到40分钟。现在主峰到了，现在主峰，恭喜南华，在南峰。云翠舞，哎，真难。主峰，3560。哦，到了。哦哦，真不错。活在此刻，不明确的未来，该拿什么对待？平淡淡心，活着愉快，与其辜负。2017年10月28日，强风吹拂，期待主峰登顶成功，祝福。哎，赶快要照相喽！爱是对是错都有理由，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。下一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人。哎。好，回家喽！回家啦！今天礼拜天，二十九号，回家了，早上，7:25，又报错时间了，7:25，耶，回家了，回家，还排坐，还要爬那个小百岳，哎，是不是小溪来哦？小溪来啊，小百岳哦，来，什么时候要进城？现在啊，现在回去小溪来忘记了。谁而停留？你。